你要练什么？要过去。Oh,
多久看得到大姐？你那个角度还看得到形状，我这个角度是六六了。Thank you.
所以失去了这个机会，那也是没办法。虽然我觉得我们从决赛开始打的很好，从决赛开始打的很好，什么？很一样，很危险的。你放三分，你就算他臂好，你放他在上面，他又失个五六分，你还继续放，那我要怎么办？你好歹也要去上去给个保险。他要没什么问题，但你不要问题。你可以跟我当比赛的淋漓尽致，然后就第三位。他被取代了。为什么你打不掉？加油！对的。前面呢？前面。为什么会有声音？
天是刚说我回家，搞不好还赶上回家。差不多，他在哭吧？我想看到几个字。有一季是这样的。报警！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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